根据经验，甲社区中卖需求，有着在地企业成立的资融基金会，特别来购买着一台砍索车。你想到来到各社区或者是各关怀据点来帮忙长辈厝内的枕头、甲棉被等用品来做砍索，督草甲督虫的动作，更是进一步来到安养机构或者是学校等所在，好这台车的功用会当发挥到上大。有着在地企业所成立的资融基金会，伫咧经过多年成立社区的经验，甲了解着长辈需求了后，购买了一台干燥车来使用。平常时啊，每一工拢会使到各个社区，也是讲关怀据点，来帮长辈的棉被，也是讲枕头来做消毒清理的动作。因为我发觉社区很多长者，伊的被是拢卡在老家装，拢一斤啊、斤半、两斤的，迄对来讲是少年有力，食老了较无力，搁要披起你的哥。要搁用锤啊拍，可能若对因八十几岁、九十几岁来讲，困难度会很大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干燥车的服务对象，只要是以社区的长者，哈啊，不是讲挨家挨户去，是在一个比如活动中心，还是咱的庙埕，哈，来做这个服务。你这台干燥车不只是会当消毒，更是有着除臭、除尘螨等等的效果，成功为长辈带来了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。啊，有拍过的人，大家拢学了，因为比晒日头搁较香，搁而且皮细，人你若破的是一挂尘螨，拢是走伫个角落。不过咱的干燥车会当甲伊这尘螨消灭掉，然后又能脱臭。迄有的皮是已经是足侪张，足臭，不过烘了会变作香。这是我感觉讲啊，对这个长者来讲，无定迄领皮就是伊的嫁妆，是一个怀念的东西。啊，咱个用户原整对咱来讲，他也心满意足。现在基金会为了要吸引长辈来使用这项服务，更是准备了好用的药盒啊，要来送给大家。只要是讲有符合资格，拢会当来得到。更是欢迎有干燥车需求的社区，拢会感觉基金会来联络。因为有些社区其实有些长者，可能他们觉得说啊，我的迄个骨在皮歹看，退出来歹势。其实唔是，阮是爱的是伊的健康。哎，我来鼓励，就讲你这个社区，你若是这个干燥车，我给你服务几届，你符合我的资格，我就买这個，很，哈、哦，跟他们结缘。啊，这個、呢是因为外销，所以它的设计很特别。你看，咱一般老人要用拢安尼掀，做翻掀。啊，不过我今物这是弹性的，一按它就起来了，就是你去，即使你的手无力。来试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台干燥车嘛，不只是伫个社区之间来使用，而且到安养机构，也是讲学校等等的所在来，学个地单位会当得到健康佮舒适的环境。我们的干燥车的功能，除了在社区为长者服务以外呢，学校、偏乡学校的孩子的防灾帽，那个也不容易清洗，可是用干燥车就很快就解决了，而且又香又干净。然后甚至幼儿园的棉被、枕头，我们也可以烘干燥。甚至小朋友会把他最心爱的什么史努比的那个玩偶也拿来了，我们也可以帮他干燥。那后来我们又发觉一些社福团体、日间工作所的什么的，他们中午也是要休息，嘛是有配有枕头。企业用着满满爱心来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，啊，大家都会当感受到各家温暖，更是得到了健康的身体。未来这台车也会持续成立各个地区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做伙来享受这项服务。记者郭佳明，马道区采访报道。